你们好，我是福秀，今天把这段语录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认真的听完。在这个现实的社会，如果你再不努力，你的提款机会告诉你对不起，你的余额已不足，请取回你的卡。你多学一样本事，就会少说一句求人的话。你今天吃的是苦，明天输的就是钱。你看不起的人，或许他现在比你更努力。你爸妈都没有放弃你，你凭什么放弃自己？现在有太多人成功了，但为什么那个人不是你？你要不努力，不奋斗，你怎么会成功？虽然你不是富二代，但是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成为富二代。当你小的时候，你身边的人根据你父母的收入来判断怎样去对待你。现在你长大了，你身边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来判断怎样去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。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现实的社会。在这个现实的社会，如果你没有钱，别说朋友，就连亲戚都会看不起你。所以在这个现实的社会，我们必须要努力，我们必须要奋斗。